哟，愁死了那里。没事啊，英语就是去荷兰的。下午好，我分享去小组了吗？右上，又没有打到。早早要准备吗？你可以看，我们刚才应该开一点。要自己去那边去标记了哦，标记了哦，自己去标记了哦。没有办法了哦。哎 ，Facebook Mary 在 Facebook， 哎，我都不知道怎搞的，全部要飘记啊，够力了哦。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再弄东西。杨哥，有吗？现在有吗？关小了。来，等一下啊，我再分享一下啊，分享一下。这以前的啦。分享了，哇，很多了咯，乌来香 Bruce Lee。办法了 ，Mary Lee， 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很乱呐、啊。金丽丽你好，那个有吗？嗯，你这个叫放这边的吗？看不到，好像看不到。嗯，孙秀丽，下午好。奥斯卡，六奥斯卡，下午好，新年快乐。我看这边卖了咯。应该是没有在，没有。没有咯。Bruce Lee 下午好，吴来香 ，Hello， 下午好，谢谢你们看我们的直播、哦。今年是新春的第一天直播。今天开工了。对，吴来香下午好，
啊，玲玲跟你打招呼吗？李姐，陈玲玲。陈玲玲啊。呀，不打的，老师您好。万事如意。对。啊 ，JC Chen， hello， 下午好。蛋糕的那个里面，在里面，应该是吧？左一来了，么么哒。左一新年快乐 ，JC Chen， hello， 新年快乐。九十分，新年快乐。啊，王英明。下午好，新年快乐哦！李太有过来吗？小妹 ，thank hello， 下午好。今天的 Facebook 很乱啊，他走到哪里去我们都没有办法。对，Facebook 又换别灯了啊。又换别灯了，搞了不跳了，又走出新的了。啊。又重新开始。哇，图星老板您好，下午好，新年快乐哦。恭喜发财！啊，对，Ingrid Lee， hello， 下午好。图形老板问你，花红你拿多少？花红啊！哦，哎呦，老板给我一间店铺。哇，老板很好啊。李丽好 ，Hello， 下午好。所以就讲了又换 Facebook， 不是我们换哦 ，Sorry 啊。是你换我们的搞。我们搞他不听，我们等一下又再找人家搞定他了。好彩呀、啊，你看。还有另外一片。新的 iPad 啊，大哥的啊，还有啊，那个要搞过了咯。那个好旧的哈、哦，没有的看了。又换他又问过。啊？哎呦，哇，这个大哥很好。啊，你。哦，还有像我哇，这个很清楚啊。清楚啊。哇，花红很高，这个也不够多。嗯。好彩哦，好彩哦。所以真的是我是改过啊，啊，我们找不到嘞，刚才开不到嘞 ，iPad。刚才我们拍了一次，又再转掉嘞。怎样？他跟我突然就会跑去救的这个哦。那个水哦，那个小声。那个水啊，不能跟我弄一下。弄了，跑回救的这一边了哦。他跟我添色了，又跑回救的那边，又救到哪一边？哦，这样你应该要放新的那一边，因为你的粉丝全部在新的这边呢。新的就是咯。嗯。怎么办？等一下就是要搞定他了咯。谁来的 ？Facebook 的啦。啊，Facebook 啊。好像是。OK，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哈、啊，到十五，到永远。对。今年年尾。对。Okay， 快点，我们的疫情快点走啦。对。那个那边你大声点一个。嗯，是。好 ，OK， 好啊，让我们又快乐的来过这一年啦、啊。我们的快乐又到来，那冷气都开了 ，OK， 还有，祝我们平安，大家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 ，OK， 青春美丽 ，OK， 啊，过了一个年啊，一直睡，哇，我们这一年也是很忙，很累 ，OK， 又过了啦，又来开始做工了，做牛了 ，OK， 好、啊。OK， 哇，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了。来，因为啊，有粉丝要求要做吹大蛋糕，那个拜天公的蛋糕。OK， 我们已经吹好了一个了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卖给丽艳的。这个我定了的。啊，好、哦，来给你们欣赏一下，好、哦，欣赏一下啊。OK， 今天也是要做这个传统很古贵。来，你看发霉吗？三粒蛋，好多美，你看发发发，
哦，拜天公啊、哦！拜天公，三弟拜你了。好、啊，等一下我会做到一个，好、啊，做到一个比较多美。好、哦，发啊 ，OK。哇，多美，三弟拜你哈 ，OK， 很暖很暖。对。好、啊、，OK。OK， 来，今天在这个是传统的，这个、传统的不会打很久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开到大，开到完啊。不要开到完，很长哦，对吗？小声，小声。哎，长到长到。安哥的手机很，还是要买安哥的手机了，很大声。OK， 这一个刚才那个鸡蛋糕是传统的，真正的是传统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我放慢一点的速度。我直接慢一点的速度打很久，哎，真的哦，很暖很暖有用 ，OK， 蒸一个30分钟，三粒蛋，250克的糖呢，糖要多一点的有没有？平时我才放185而已，有没有？啊，它的粉300，什么都不放，什么都没有放，啊，就是那个 100 plus， 那个100号，100克而已，100克而已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好、哦，先要放下去打，对，还是等一下？要打很久啊，打很久啊、哦，嗯，放下去打先。OK， 很潮嘞，还是放去那边打，放去那边打啊，跟你们讲了，我们才到放过来那边打，哦，需要打很久，不可以开快速，中速打就好了，就很暖了，这个，好、哦，很简单。还有再来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那个传统的昂菇桂。昂菇桂有很多模型，你看我这个模型是日本的，很美很美的这个模型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再来我们做这个，我今天会做。哎，那天还有一条的嘞，一条的有看到吗？这个模，哦，还有一个一粒花生的昂菇桂。好 ，OK， 再来就是呢，我会做这个附录。寿喜啊，这四个模啊，再来哈 ，OK， 这叫步入寿喜 ，OK， 还有我会做一个桃，这个桃也是很美哦，哦，这个桃有圆形的，哦，有圆形的，有扁形的，哦，这个模啊，今天我会做很多个模，还有一个是来有人两个，有人，还有一个是这个比较小粒。因为我这一粒比较大粒，比较深，这粒也是很美的。那西圣啊，都那一个 ，Happy New Year， 嗯，都是要用这个，好、哦，嗯。OK， 来，我就东西拿来。OK， 我先放我这鸡蛋糕放下去打了哈，有人赶着再给你们看。OK。这个鸡蛋糕呢，你就要用这个模，这个是7寸的模是吧？嗯。6寸还是7寸？19cm 买。我们这个18cm。啊？18cm 也可以，19cm 也可以哈、啊。OK。哦，这个啊，这样高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是多少高啊？好像是8cm 还是9cm 啊？哦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嗯。OK， 我会用三粒 A 蛋。三粒的 A 蛋啊，还有250克的糖啊、哦、，OK， 再用这个柚粉，柚的粉啊，柚的粉，哦，300克，来 100 plus 给他看，100克的100号 ，OK， 你用 7 up 啊，你用汽水啊都可以，哦，就是这样简单。这个传统的，哎，真的是很好吃一下。OK， 我们直接打，放下去打。OK， 我们将糖放下去。好，250克的糖啊，食谱我会放在这个单上哈、啊。OK， 先打了先，打了过后可以了，我怎样加粉我会教你们。OK， 好。OK， 用这个去打来，用锅去弄。OK， 放在这里打。OK， 我要去。
海头啊，那天带回去养它一个星期放外面，它长大个了。对。很大个。长到很多出来，你看，本来是爱惜爱惜的。对。OK， 我就放一罐去打，我就这样让它去打哈。OK。你要做皮要平的哈。啊 ，OK。来，现在我做我们的昂菇柜，那个昂菇柜的料呢？等下我会炒给你们看。哦，它的那个馅，那个馅呢？加多点糖啊！加糖。
对了，你这个茶盘啊，一汤匙，一汤匙啊，一般的话不够。来，糖两，又糖两汤匙啊。油也是两汤匙啊，油。很少哟，很少哟，我觉得是的。一百克的那个一百克的热水，哦，还有室温水250克啊。哇，很简单的，是普通面粉吗？你以后什么是油油粉？很小声，没有小声啊。对了，我听了，对了，刚才我们没有大小，小声了，对了，我去看了。什么？你去看了？刚才我们讲大声了。哦，音乐小声一点。我是做糯米粉的，做昂不贵是糯米粉 ，OK， 糯米粉啊。肉粉哦，那个肉粉，刚才我说的是鸡蛋糕，鸡蛋糕粉很多啊，香港粉啊更好咯。等等啊，普通的粉啊，有一我不是有带给你了咯，有没有？低筋粉对，是低筋粉。哦，柚的粉啊，欢迎你好，哦，好，我们将这个滚滚的水啊放进去啊，给它烫一下。熟粉了哈，可能还不够，我再放几滴在这边。这个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。这个你看里面有一条的，甚至你记得啊。你去看看，就你在那边了，有一条的不一样啊，那外边工一定要一条的。给他们看一下这个膜，好啦，这个膜啊，天空的，他们呢要用到这个膜。
250克的室温的水啊。明白吗？滚水100克，烫一下，放红色的色素那里。OK， 它里面就有手粉了。OK， 再放250克的室温外面的水呀、啊。好咸的、哦、啊！咸的很好吃，那个。这种是比较传统口味的。嗯，比较传统的。嗯。因为番薯很容易做的，番薯随便做都可以的。番薯蒸一下，弄一下就可以了。以前妈妈做的就是这样子的款式的。哦，400克的糯米粉 ，OK。400克糯米粉，250克室温的水 ，OK， 还有100克的那个热水 ，OK， 2汤匙糖，2汤匙油 ，OK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把它搓成团哦。啊，就做成团的。不过这个团需要休息啊。哦。休息多久啊？半个小时。20分钟。这个粉红色很美哦。很近哦，外面哦，看到这样的情景没有心情了，我每天绕来绕去了。哇，今年的菜呀，很贵很贵哦，今年的菜。
放那个什么下去吗？嗯，那个汤，然后就再放汤下去吗？放汤下去的，青柠汁啊，进去吧。嗯，有啊，没有啊？现在来那个酱汁有多少？你说的没有啊？有啊，那也有很多了，青柠汁来，看，啊，看这个来，你看，看来，哦，真好。啊，我可以用搅拌器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对，对主播很性感啊，哇，很性感、啊，没有这样性感吗、啊？新年，啊 ，OK， 看一下新年哥给你们听了、啊，哦，尤丽华。我跟你打招呼啊，美女姐尤丽华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丽华，哪一个丽华在哪里的、啊？哪里的丽华？啊哦，再说一下，你今天穿得多么性感呢、哦？新的一年吗？很热啊，小姐，我就到我回答很热。对，刚才还没有开那个，没有开那个冷气。OK， 来，现在我们来做什么？我们的客家盐鸡。OK， 客家的那个莲子，因为天气很热，那天我有买到那个莲藕啊，莲藕莲藕，啊，那个莲藕很好吃哦，你们要去买哦。啊，尤丽华说是早市的，早市的，哦，八十八 K 的哈、嗯，哦，你好。好像很熟 ，OK， 你好啊，卖糕点的，你去哦，卖糕点的、啊，啊、OK， 你好，恭喜发财哦，哦，新年快乐，哦，青春美丽哦，身体健康啊，有去吗？最近有去吗 ？OK， 那天啊，我买到那个莲藕啊，真的是很好吃啊，那天我不是教那个，肉莲啊，藕丸子，啊，莲藕丸子啊，对，很好吃。所以你们呢？现在是莲藕季节，跟买菜季节，你们就要去买一次了。啊，今天我就因为天气很热，我就煮一点汤，刚好我还有剩那个啊芒果，还有放一点红枣下去，有没有 ？OK， 你看这是鸡多美，那天我买了30块这只鸡，这只鸡我洗好了，你就跟它吊干啦，擦了盐跟它吊，吊半个小时再收进冰箱，好，我拿来蒸。蒸了那汁就掉在里面、哦、我们用我们的玛丽蒸笼、啊、玛丽蒸笼来对转过来这边来一锅两菜哦一菜一汤哦、啊、方便哦看到了哦 OK OK 倒下去、哦、对下面这个我们放水、嗯、可能水还煮汤、啊、对水还不够、啊、嗯我们可以加了看我们玛丽蒸笼的好处就是这样。OK， 我就放我的这个。对。OK。哇，看到吗？我们的蒸笼在上面，鸡在上面。啊，好 ，OK， 就让它去煮了。好，25分钟就可以了。滚了25分钟哦。啊。啊，红枣也下去了，去对。400克啊 ，OK， 350，
OK， 我先讲我的唐南月牙。我们现在用住的这台机器哈是 Blendtec 哈，对，它保价八年啊，这一台，对，这是来自美国的 Original， 真正美国的，也可以打干，可以打硬，对。机身保价八年，杯保价三年，啊！现在我们拿都是说有折扣 ，OK？ 很累的，他来拿，他敢保你八年，是真正都是好东西来的，啊，好产品。
哎，这个是我蒸好了的那个豆啊，蒸好了那个里面倒酸啊，这个叫粉翻转，220，OK， 蒸半个小时，蒸四个小时啊，蒸啊蒸啊蒸啊，半个小时 ，OK， 糖啊应该是。糖是250克是吗？糖是250克，125糖。这个是糖是吗？125啊。放了。125对了。OK， 糖啊放下去吧。OK 了，这个呢100。好，我们将我们的斑斓叶的水。OK， 记得吗？豆500克，豆500克，不是一半。这个你现在是水是现在在倒200克，水是450要225，225还是够吗？啊 ，OK， 500克的豆啊，250克的糖，450克的水 ，OK， 那个斑斓水，好，嗯，我跟他放下去打，好，放下去打。OK， 我们就让它去打。还有油150克，油在哪里？在冰箱里面哦。有两包油啊，里面有一包是吗？在冰箱里面。好，两包油。还有这个，油是100。油是150克，150克啊！他说150克，我们气死你了。油也一起放下去打。帅哥，我拿下 iPad 啊，不能够，它又转掉，转掉了。怎么转掉？没有，我那个 iPad 啊。哪个 iPad？ 不能够进到另外一个了。都不给，不知道嘞。还有我在那个什么，我正要找你啊。
我们现在找你来等一下。哎呦，哎，我的，我来。我来混时间了，我的顾客多，你叫我等一下。混时间了。哎，那这是破密码。560120。我来混时间了，懂吗？是的。我顾客，哎，我想问你。我的顾客叫我迟点，来还没到。我跟你讲哦，很奇怪呢。又奇怪。他一下子飞速变另外一个飞速，我又重新加人呢。什么原因？你飞速吗？你看一下，开不到进去的。我有两个嘞，你自己看我。开去哪里？啊？开去哪里？一个是黄蛋糕，一个是……来来来，拿包装来。OK， 我们去炒啊。所以一个粉红蛋糕，一个是黄鸡蛋糕。嗯。那么两个一，本来我是在。现在是黄色鸡蛋糕。奇怪的，奇怪的，搞得我们都。搞得他不见了，他搞不见了。有两个飞速是吗？那天那个阿水啊，我马过来给我移掉一个。什么移掉呢？直到现在又走出来了，又重新开始了。238个朋友。啊？哎，我的又进上了嘞，不过他有问很多问题。不过你不要用你这个来做，你这个怎么成交朋友？啊？你哪里进？从哪里进？你讲。从哪里进？你有吗？你有直播的？从哪里进？你讲。这直播还用外国火牌啊？啊。还用黄色火牌啊？啊。对，还用这个红色火牌。对。啊，我本来是这个。电话的问题。电话的问题。电话那边要用红，要用红色的。我知道用红色的。没有直播了，没有直播的电哦。又跟他又被抢劫啊？啊。是吧？那天打不上，自己看不到自己。没有可能自己。不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按进去的，是直接看到直播那个字吗？对不对？他看不清，看不到了哦。然后，他这一下子走掉了哦。这个是当然。这个黄色的没有问题。黄色的蛋糕。黄色的。黄。黄色的。就是我们家，我们炒一下它。他什么啊？他那个红色的没有直播后键哦，我们找不到哦。哪里没有嘞？哪个牌子啊？啊？哥，怎么嘞？有嘞？在哪里？哎呀，红色的，我这个在哪里进？啊？来直播结束。啊？来直播结束哎，你还给不给？搞什么鬼？我给我们炒啊，炒了香香，炒了炒三分钟就够了。今天第一天开张，第一天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啊，这个也开直播吗？啊，可以的。有没有讲了？啊？没有讲没？有哦，这个没有讲，来开个大问章。啊？我们大哥。他可以直播啊。这个是可以吃吗？你要大个的话，那个脚，那个大个脚，你看，你看我吃看看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啊，可以，你要大个的脚啊，大个的脚，你叫大个的脚，哎，他不是连在一起的吗？啊，哎，哎，他不是连在一起的吗？两个不是啊，不同啊，你两个都不同就好了。一个5000个朋友，一个200多个朋友，你讲哎？就是才开嘞，我那个一直加嘞，真的，我只要找你点问题，叫你叫救命去找你，你住哪里？每天要半夜的要去半夜的，你直播啊？你直播是？啊，在哪里？他在上面啦。龙记直播你做工，我哪的？他龙记，我知道，叫这种公司做。你看哦，这台机器啊，是不是搞到了？哎，我那个哦，那个另外一个，新的电话。喂，又买电话。没有外线，没有你们上次的那个电话，没有外线嘞，我打开一下嘞。是的，是的。真的啊。你要什么外线？我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东西，我要收进去哦，没有外线啊。好像我在 YouTube 里面看到那个东西啊，我要收进去。我忘记我跟你讲，那个外线只给一个户口没？
是啊。哦，就可以了。一个号码一个，一个号码呢，一个号码外是给进一个电话吧。啊，进就是进我这边而已啦。你用你的电话。跟我从我外我的电话，我这一放那边就没有了，没有这号码了。啊，除非你这个户口这个号码也去注册一个吗？自己设计的哦。这个号码也注册一个 WiFi 我这个新有电话的嘞。啊，这样子就这个号码注册一个 WiFi 然后你看到什么你就发过来这个号码啊，有哦。啊？你看到什么你要的，你要设 WiFi 先来。我先来这边啦，所以我要这个啦，要怎样？我先不进嘞。我不能说好一个密码。密码是123123。123123。哎，你帮我改嘞，喂。改掉嘛嘞，改我的号码。什么？不可以。对呀。啊，汉子可以，你只可以一个号码了。啊。这个什么号码啊？什么？123123吗？电话号码。你有开出来呀？2049。哇，好彩，中250克，真多啊，这个。啊，不。你都开好了啊？啊？你都开好了啊？有没？你总之你发一点东西进去看看呀。你要看东西了，还有吗？你先进去看看吧。我放 Mary 的噻，你说，我说我成功了。名字啊，当中没有。OK， 我们炒完也不要炒到太干哦。味很甜，还有是对吗？很香，斑斓叶。对。好吃。特别哦，青色的鲜鱼。啊。人家做的东西。外面传统哦，可是里面又不一样哦。现在要吃多一点斑斓叶。对。美登安 ，Hello， 下午好。这个给我啊。嗯，要比较凉噻。嗯。你看很美哦。对，哇，那颜色很漂亮。那个跟这个打出来不一样哦。我那天煮那个什么那个啥，你看几美，几幼，你看，哎呦，很美，好吃。给你倒你看啊，完全没有色素的啊，这个，多么的幼，你看。你看多么的幼，你看。多么的优，你看多么的美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哈 ，OK， 来，我们马上来，给它吹风，炒到香了，很香，本来味又豆味，嗯，哎呀，哎，真的那个粉红的有直播的嘞，就是我们煮的。这个密码我知道。哎，你不要走嘞，人家叫我要，然后我今晚上找你。不用找，不用，我要走了。你看，我怎么叫我要走？你看啊。
你要用 iPad 还是用这个？啊？我没有用那个什么，我的手机，一样啊。OK， 一样画面的。啊？ OK， 来，我们用风扇去吹。没有啊，你这个你开很久吗？啊？你开很久吗？这个直播可以吗？可以借吗？可以。人家不同的可以借。stop 掉啊，反正才五个人看。啊？反正才五个人看罢了 ，stop 掉在那。啊。然后用那个开啊。倒回去啊。才五个人看看不了。嗯、啊。人家又开回去啊。然后你就用那个红，现在用换两个红色直接开啊。啊？不是五个人，它里面很多的，它没有出现的。哎，有啦，看住只有五个人啊。是，不够啊。小姐，你看你传得到吗？等下用那个，用那个。OK 啊，你们看了啊，打到这样啊，你看到吗？好，打到这样啊。打到，来看一下里面。新开始啊，等下我们就断掉了。真的，又重又看过啊。跟我们一起。哦，是啊 ，OK。来，要先放粉先啦，啊，我们放了粉先还是要直接先？啊 ，OK， 来，300克的粉啊，油粉啊，100克的。哎呀，这么我们要从动态那边进了，小姐。动态那边。嗯。应该是更新了，它更新了，它覆盖住了。啊，更新了，对。OK， 100克的含露包啥？100号，你们可以用清水咯，用那个 FM 清水就比较红咯。OK， 或者用 7 up 也可以咯，哈。OK， 放啊，这个粉也是有功能，你看它打到这样，看到吗？打到这样啊，流流要打很久哦，打到这样才可以哦，好。OK， 来。OK， 我们做三次放啊，三次放。点点微六，是那个很长。调好了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用我的那个。OK， 我们这样放下去，来给它搅一下，搅一下啊。这里，这里是隔在哪里 ？OK， 分三次啊，记得哦。汽水也是分三次，放了粉才放汽水啊。我们的歌是放在哪里啊？嗯 ，YouTube 里面有的。不是 YouTube 在那什么库那边啊，上面什么库啊？是啊 ，Library 这边啊。是什么库那边？安哥的是我们的 library 啊，安哥的没有啊。安哥没有，你直接，哎，又走掉了，有 WhatsApp， 在 WhatsApp， Mary 的 WhatsApp， 打 Mary 的 WhatsApp， 好，再放。WhatsApp。OK， 第二次了啊，我放啊，第二次了，再放汽水，点第二次，好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你看花粉都没有啊，这个鸡蛋糕多美。OK， 搅向上面啊，搅一下，再来放最后一次来。300克的面粉啊，柚的粉啊，等于3粒蛋啊，250克的那个那个糖啊，就是这样简单，三样东西跟连那个汽水就4样啊。就可以做到这样美了，人家啊盖一下那个发质了就很美了。OK， 剩最后的，放下去。今天这没有人做，现在是。没有的做。哇塞的，哇塞的。Mary Kitchen 是吗 ？Mary Kitchen 念 ，Mary Kitchen。
我看他转过去了吗？刚才。不要拍啊。大哥，你的不熟去哪里？没有你放了。OK， 搅均匀了哈，我就倒在那个盆了。好的，这个记得吗？这个好像是七寸的，七寸。好、哦、，OK， 要铺纸哦，这个竹篮来的，竹篮来的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去放啊！你有没有油啊？有啊！来来来，拿来！来，直播都不会做了啊！休息很多天了，直播都不会做了。是吗？可以倒下去啊！那我们再去吃饭店看。来问十个盘子，我都五个十个捞那个哈。会看吗？没有啊。哈哈哈！不是，那我女士啊，你中哪个时候来看他了？那拿得出？没有，你就等那个啊。拿得出两个点，其他车上。是你大公司的，你大公司的。没有啊。你车上没有小孩子啊？拿出两个，可能就点够了。啊。三小时。OK， 我们挖下去啊，等下我放一点油。就很美的，吹一个三十分钟。我们设一个三十分钟哦。OK。很吵啊，新年歌，不会听的。OK， 来，这个好啦。要做我们的昂咕柜啦，昂咕柜用那个握头来蒸啊。我们的那个有看时间吗？拿鸡肉，刚刚啊，啊，真的吗？哎，那慢慢小火了哦，小火了还会再滚。嗯 ，OK， 做我们的安菇烩了。等下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哦，还有一个那个是叫什么啊？肉卷，蒜香。卷啊，香，五香啊，哈，蒜香。OK， 来看我们的，还有它的什么可以了吗？红龟果。嗯。红龟。嗯。
开做的呀，都开那边。看你们的磨合，磨要跟他听一下，看我的磨啊，看这个磨啊，我听一下每一个磨啊。花生二十 ，OK， 二十，还有啊，还有这个哦，附禄寿喜，附禄寿喜啊，四个啊，我看多少？二十花生。
这个撑一下，我撑一下，这个沙老啊，这个你来收你。
个鱼很好吃哦，传统的。花生的啊，那个名字。我做这个花生的啊。我们的馅要多过皮啊，知道吗？馅料比较多，好像这个四十啊，我放25馅料，因为糯米啊，你一定要馅料多才好吃。
哇，很美，肤质我看看什么？好，你看，好。不错哈。那个是布啊，刚才啊。很美，你看，好，来来，喜字，我这个膜是日本的耶，我先去日本买的。特别的。嗯，我宝贝很贵啊，这个膜买都贵了。他们在涂不用涂，存了钱。喂。有吗？我问你。存了钱吗 ？OK， 我们就装好就好。什么形状？这个呢，就是要生男孩子就要拜这个、啊。哦，这个花生，花生很会传吗？对。这个寿，寿啊，你看啊，富，富禄，富禄啊，
福禄寿喜字 ，OK， 好、哦，还有桃，大桃小桃，好、哦、，OK， 我放下去蒸，好、哦，你看多美呀、啊！用中国啊，用中国。用中火，蒸一个八分钟，哦，八分钟啊！好、哦，也可以开一个洞啊，一点点洞也不要紧啊。蒸发高蒸，蒸发高蒸，包叫大火，给它上。假如说啊，蒸这个糕点呢，你就不需要了，就不需要这样大火啊。那手就开始。哇，兰姐，兰姐，我看到兰姐了，兰姐你好，看正在看直播。有丽丽华 ，OK，OK，、okay okay, 我们就等它蒸啦。这个很危险，因为你要把大哥的名字打上去，你哪会操作的 ？OK， 我现在要做那个春节啦，我先觉得。那个鸡肉先拿上来。啊，鸡肉先拿上来。有几个面，几包蒸到嘛？你先蒸来熟嘛。嗯。没有，现在有的话还是用煮的，还要再煮的话。不用了，放里面煮了二十五分钟。啊，这个这个。没有，二十五分钟可以。锅在后面，你那个锅炉，啊，锅炉有了，不是，我去拿去。OK， 我们家很多鸡肉，马上来。啊，这个八分钟，就是你看动作。嗯。OK， 来，看来我们的这个还没有剪哦，这个要剪，两个要剪。OK， 来，看到这个很特别，猪肉是不在哪？哦，这个还没有剪呢，还没有剪哦，没有剪，你要直接拿来。好，这个猪肉啊，六百克，虾啊，虾仁是三百克 ，OK。还有我用那个香菇啊，香菇这个是蒜啊，现在很多蒜啊，那个蒜你只要那个蒜白就好了，脆溜溜。葱头两啊四粒，那个蒜你四粒啊、哦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掺两只炸，放那个鱼露啊。哦
吃。我们现在用我们的 KitchenAid 这个它的另外的零件和绞肉碎的零件哦，看到吗？你们家里有这个 KitchenAid 的 mixer 哈，任何一个款式都能够加这个它的 SS 停掉了哦，就停掉了，这边有跑，那边没有跑了。看到吗？哦，连夹都一起下啊！这个比较粗的。你用的猪肉又是三气瘦三肥呀、啊？气瘦三肥。啊。气瘦三肥，比较好吃。600克的肉啊，300克的那个虾啊。来，你看，来看一下我们的花柜，啊不花柜了，我们的鸡蛋糕。鸡蛋糕，OK， 坏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没吗？三粒蛋而已哦。哦，美美啊！你看我们的蒸笼蒸到。对，蒸到多么漂亮。嗯。OK， 好啦。你看，完全里面都没有的，没有溜到的，你看，啊。OK， 半汤一汤匙的麻油啊，一汤匙的麻油。OK，
OK。来，我跟你们讲哈，发高粉，两汤匙的鱼露，两汤匙的鱼露，四汤匙的五香粉很多，我没有放这么多了哈。三汤匙的花雕酒 ，OK。一汤匙的麻油，少许糖，两汤匙的生粉啊，两汤匙的生粉。那你发高粉掺黄醋黄米粉啊？嗯，对啊。嗯。多少钱？10块，什么都不用放了的嘛。对。你要放糖啊。放糖。你有糖啊，你可以。哦。糖糖水就对了。啊？把那个糖拿去煮水了，才浇浇下去了。啊，就可以了。花粉那边用了哦。不用。你里面有花粉有什么了？对，有。可以做可以啊。我们都是有OK， 我们的蒜啊、葱头啊、哦、香菇啊，点面粉。
OK， 我们放这个袋子啊。我们买回来哈，要先把它处理一下哦，就是它很多盐呐、啊。因为没有味道的，没有盐就不好吃。对，所以你要用四个布哦，慢慢跟它擦哦，直到它的盐分减少哦，不然会很咸哦。上紧吗？我再给它剪掉。OK， 我们把那个麸皮剪成。不要太过大啊，不要太过大火啊。开始做，要照着这边。OK， 我们放进油锅里面炸哦。你的火不给太大哦，不然等一下它一下子外面熟了焦了，里面不熟哦。OK， 来再看美女姐再包多一片哦。要不拿出来。
不用谈了，啊，不用了，给加一点点就好。OK， 来，我们把它我们的什么，这个是什么料啊？蒜香，五香卷。我们的鸡蛋糕，我们的炸肉卷看到吗？蒜香五香卷。
这边啊。真材实料，来，我们的糕饼很薄皮哦。看看院长说的。看看。哇，看到吗？我们今天分享了五道，一二三四五，五道佳肴哦。我们的莲藕汤，莲藕红枣哦，没有啦，瓷也不是说，因为今天的昂菇贵比较多工啊，花贵这个鸡蛋糕，对，做糕点就是要薄皮，对，皮要薄薄才好吃的 ，OK， 我做糕点啊，哦，你看这个也是很美，你看那个日本馍哈，看到里面的馅，对，看到里面的馅，你看到吗？OK， 咕噜寿这个小寿，小寿还有大寿，一个大寿，对，这个真的很薄皮哦。哦，因为它那么大大的瘦，我们要放姜红，也有大红，这个是粉红，对 ，OK， 再来就是我们的，这个是这个是蒜香，蒜香卷，里面有那个蒜呐、对，白蒜有蒜的那个蒜，因为现在很多蒜嘛OK， 你用那个蒜白来做的OK， 掺进去有香菇。OK， 再来就是我们的莲藕汤，对，莲藕汤、红枣汤，红枣汤。因为这个鸡啊，我腌了的，这个鸡呢是客家盐鸡，你看多么漂亮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锅多么方便哦！就是一起煮。对，煮一个25分钟，关掉火，让它再焖一下，拿出来就美美了。OK， 汤也好，鸡也好，对。这个鸡差不多30块，30多块。再来我们的鸡蛋糕，哇，发啊发啊发啊！鸡蛋糕很美，你看三粒蛋而已三粒蛋。用我们的玛丽蒸笼蒸出来的你看它多么漂亮。多漂亮OK， 那我们就下播了，可能明天我们带回去，我
开那个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们、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拜拜，新年快乐哦。